生病了之后不要紧的，咱该去治就去治，有什么方法咱就去试什么方法。你不要嫌我麻烦，我都想着去他单位跟他社长说，哎呀，俺家男人身体不好，能给俺请个假吧，俺去住个院吧，好不好？看着这花，去年买的啊，一直没种，有几棵都干死了。这个必须得种一种了啊！今天好几天把这花种了，我就把它种在这个桂花的边上。这是一颗樱花哈，一直也没种，根儿都长出来了，你看没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山口这帅气啊，睡了又要小命了。我这哈那歪着了呢，你这个下巴疼了，我不说就把话给我弄了，下巴疼了。哎呀，这小闺女今天出来晒了又更黑了哈，真晒黑了，你晒黑了吧？像爸爸一样啊，晒黑了像爸爸一样，你看不，他什么他都知道。哎呀哎呀，还得把脚门牙放进去洗洗嘛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马可美食了哈。 啊行了，可不弄脚了，你就衣服湿了不要紧。哎呀哎呀爸，你看这样，你看他鞋的话，你看把他鞋的，你看没拿那个凉鞋，给他弄个袋子铺在地下，光着脚玩吧啊。这挖掘机真有劲儿哈，轻轻人一挖就行了，娘要是刨的话你可得费老劲了啊。那轻轻一挖能挖老深了，你说哈，太费劲儿了啊。哎呀，这小闺女啊，衣服鞋子都湿了吧。哎呀妈呀，死的呀。嗯，看我们这块地弄得平整了啊，平整好多好多呢。嗯，爸爸把地弄得真漂亮啊。你看你要今晚能累得早点就睡觉哈，中午也不睡觉，他会上车上去没睡着又下来了，这下午这又玩水又走，等晚上回去啊，我估计回去一开车能在车上就睡着了啊。你衣服整个拉都湿了啊，幸亏现在不冷。这可把他爸美的，穿完大牙，看把你爸爸美的牙都露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坐坐下吧！哎呦，钉死了，钉死了！呀，这这头也弄掉了，弄倒了。好，真棒啊！啊，马上干啊！哎，急这么多嘛？对，别着急哈，就算是不会干，慢慢学嘛，着什么急？那青蛙，嗯，小青蛙拜拜啦！拜拜啊，拜拜，拿去了，青蛙放走了，嗯。妈，大西大找一找有绿色的小青蛙。好，等明天再找找有没有绿色小青蛙啊。好嘞。嗯，好，咱看看，好看看啊，好，我们回家吧，天好黑了哈。哎呀，给我们家这祖宗
要换好衣服了啊，又得吃点东西。就这个树每年都会长好多的痘痘，现在是这种黄色的，过两天就变成红色的痘痘了哈，整个树都是红色的痘痘。爸爸爹要把那地方的卫生收拾收拾呢。哎呀，你可不用弄了啊，我不给你换衣服了啊，行了你就看看就行了。拔住啊！哎，这讨厌！哎，还非得让人家给他摇一摇哈，小了还不行！哎，哎呀，这个爸爸把里边的水全弄出来，哎呀妈呀，妈妈妈，给他闺女打扫打扫啊！爸爸得把这里边的水给你弄出来，打扫打扫，明天跟你讲还有干净的水好玩儿。到家了，睡着了呢，实在是太卡睡了，今天啊太累了啊。刚才几秒钟之前还没睡，我在倒车的时候瞟了一眼，那个眼珠子是这样式的。刚才我把车倒进来之后，眼睛就已经闭上了，睡着了。哎，你往这不蚊子咬了，自己又脑破了，还也累的。哎呀，哎。哎，你看，这哎，这个累不累啊？看睡觉就行了。要是往常啊，就这么摇晃就醒了。就这现在你怎么摇晃吧？哎呀妈呀，卡睡了！哎呀妈，口水都流，哎呀妈流口水。我闺女睡着了，把她送到楼上，我就把门口院子那些不用的花盆把土倒出来了，那花盆里边还长出来几个柿子苗，这样明天又去地里边哈。明天我想把它挖一挖它。都去种在地里边，先把人家山口先生的米糊给做上去吧哈。哎呀，人家不能吃饭呐，得吃那种黏糊糊的东西呀 啊。明天还休息一天啊，三连休。周二你去工地里边，你问问人家哈，我要请假去住院啊，住在医院里边打点滴啊。不管是住一个周也好，住两个周以后打着点滴，把这个胃肠给调理好它，把它说肠，它肠子里边有炎症，可能是有个洞什么，它可能有洞啊，不是说透了就不至于这个样子，透了之后医生就不会让它单独吃药了，肯定是里边有炎症，就是破了，应该是怎么个样子，反正医生就说让它吃药嘛啊，你说你吃药吧，你胃肠不好，你这段时间你吃药，稍微把自己的身体就是。你稍微重视一下，凉的不能吃呢，你就喝点热，多喝点热水哈，吃点这种清淡的，不管熬点粥呀什么什么，你说哎呀我喝点粥，你说啊我给你做也行，关键是有时候你做完了你不问他你吃不吃，你做完人家不吃剩下的，所以后期我都不做了，就什么稀饭我知道人家稀饭不爱吃，什么你说蒸个鸡蛋糕啊什么也不爱吃，反正就是说硬的不行，软的不行，油了不行，没滋没味的还不行，你说哪来那么些好吃的，怎么我真是无语了啊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弄啊，你这去住院吧哈、啊、住院去呢，你等看吧。昨天我说了一遍了哈、啊、今天我又说了一遍了哈、啊、我说你别光答应着好的哈、啊、你要拿出实际行动来。咱说好了这个事情，你要去请假去住院，那你就去住哈。我告诉你，我说这个炎症，如果你要是说不重视的话，你时间长了那块它肯定会病变，对不对，姐妹们啊？严重的话，你懂？你关键是现在你没有精气神儿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动不动你就哎呀不舒服了，你又晕乎了哈。你这样不能干，那样不能吃的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弄？你自己不舒服了，全家人也影响全家人的心情。生病了之后不要紧的，咱该去治就去治，有什么方法咱就去试什么方法。你不要想我麻烦，你不要说是不拿出行动来，是不是？光嘴上说，是不是？你等着吧，保准呢，周二上单位去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弄哈。你这头干着急，你说我差么点我都想着去他单位跟他社长说，哎呀俺家男人身体不好，能给俺请个假吧，俺去住个院吧，好不好哈。关键是这里住院好像还不是说你直接就去大医院住院，你要去这种内科的小医院跟人家说，我这个情况挺严重的，我觉得我这么吃药我治不好，你给我开一个介绍信，我拿着介绍信去大医院去。他说要不然就得打救护车才能去，我觉得没必要，可能你直接去大医院也可以，但是要额外交5000日元好像是，他就降哈。你说
咱能不能打电话问问，或者咱去问一下，是不是？你光搁这自己寻思，你寻思不就结果了？姐妹们，真的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说的对的话，表扬表扬我，说个对。哎呀，快点弄米活吧，哈，姐妹们，哎，又说了一堆废话啊。来看看吧，啊，这是打个米活吧，啊，嗯，多调点吧，今天晚上的加明天早晨的都豁拉出来啊。快看看吧，我的大闺女醒了。我到了，妈妈。我这大闺女真长大了哈，现在抱着都感觉那个腿那个腚又粗又大哈，啊，抱不动了呢，哈，啊，嗯，弄点呢，弄点呢，嗯。